今天我们来到常州宏大科技智慧有限公司展位前，看看印染智能专家的称号从何而来。这次在一他们展会，我们是一个国际品牌，包括微信作为我们的一个就是国际性的一个品牌来进行参展的。这个品牌已经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已经获得了很好的认可，包括我们的高端机都是走的国际化的一个品牌，包括微信。那么我们这次带来一个全智慧系统定型工艺智慧系统呢，是目前行业里面急需要的，也是智能制造的非常关键的部分。定型的智慧系统就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为未来的整个智能制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，特别是染厂如何实现它的一个一次成功率，像绿色制造非常重要，也是对于未来来说引领我们一代产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系统。系统里面涵盖的首先是我们明星产品，我们的智能图像整化整伪机，这个呢是获得法德国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。这个产品今天在展会上我们也仍然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，而且这个产品在我们国内的市场，特别在我们的一些高端纺织品的加工市场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收益，解决了我们行业的痛点和关键点。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就是我们的科重在线检测，这个是在世界上目前是独一无二的，也是非常领先的。因为在我们的真正物的生产过程中，因为你对每平米的克重一定会有要求，但是现在的所有的检测方法都是通过人工打洞，通过我们的在线克重检测和控制，实现了我们全智能的一个控制方法，中间不需要人工打洞，不需要检样，它会自动知道我们的整个植物的克重。和我们的盛泰国际这样的优秀企业，他们已经开始采用。常州宏大一直致力于纺织行业的智能化研究，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众多行业领袖和专家的认可。